宋慧乔近日接受韩媒采访时，竟透露看腻自己的演技，引起关注。只见她表示，虽然一直都很喜欢演戏，但有时候也会觉得演戏很困难、很辛苦。有时候因为没有演出更多样化的作品，所以也对自己的演技感到厌倦。直到后来拍摄《黑暗荣耀》时，因为题材不同，所以表情语调也不同了。看着这些，感觉我的演技也变有趣了。而先前曾传出将与韩韶禧共同主演新剧《自白的代价》的他，对于该剧最后宣布取消拍摄，也深感遗憾的表示，要是能在一起合作就好了呢。